大家好，我是阿三哥，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三十而立，六十而已第四章选择景大。阿三哥从景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华三朵花的代班花队长宝哥。哇哦，原来阿三哥重考是为了当警察？是，但也不是。什么意思嘞？重考的阿三哥一共报名了大学联考、军事联招、还有警官学校三项考试、都考上了。但是听说女警官比女军官漂亮，所以阿三哥去军从警。真的吗？我怎么听说阿三哥是遇到诈骗集团才去练警大的呢？哎，这种事就不提也罢、所以是真的咯。阿三哥立志从警抓诈骗集团。想知道答案吗？请看三十而立六十而已第四章选择警大。